那个开始以后，我就对他心里很失望。就是第一波去直接找大爱喇嘛的福祉那些人，我也说为什么真如可以的，这个现在影片还在丢图上。达赖不但不直接告诉大家，他也故意在那边一直回避啊，甚至讲说那是听你们的师父啦，他认为是上师，你们就可以听，又讲这种话。他是个僧人，他为什么直接讲说，他不直接讲在家女中不可以领导僧团，他为什么不直接讲？福智捐了很多钱给他，以前福智日常是听他的，所以听他的以后，他当然后来日常被真如所迷惑蛊惑了以后，那可能他也日常也告诉他如何，他想要怎样捧真如，他就因为他去捐了那么多钱，可能达赖对他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但是你是个长老，这有的时候你要有你的气魄，因为这种钱你拿着，就是我全退给你，我都要，对吧？我都要讲真话。他没有，所以没有的话，我只能讲。今天藏教的喇嘛甚至过去当国王才会逼着他们现在流亡海外，自己要当国王嘛，本来就比丘不能做的，你要当王嘛，流亡在海外，那流亡在海外以后还不在这种政教上面，还不敢大力为护正法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到处流亡的业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在迷惑众心，众生心中，一直在他们的声音里面，一直迷惑众生心中，也是到处流亡。所以他们的业力，我看将来生中也逃避不了。对不对？那就知道这句话，甚至于要怎么样，就算你会发现这句话是，我们要是用这一句原文来译，会让人家曲解。会用中文来译出印度的原文，也会让人家曲解，何况是藏文，会让曲解。所以我们要不能用哪种原文，真的直接翻，而且要深究它的道理，就义而翻，真正的意思而翻。所以有时候要用中文的文字去论文。你要刻意用印度是用这个话，但是印度人有时候这个话它是多义字，他对这个解释他不会像别国人的错认，所以用这句话他可以用，但别国不见得。因为别国再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话，就可能对做淫欲，就你就认为就是那个欲，对吧？那不能这样用。更何况那个道次第讲的那些东西，一看就不是中国吧？中国吧前面讲的那些，不叫自己广论，就是下士、中士、上士，那个心性都是执着，那是中国吧就是。后面那是念念之间，路上你去过了，那种执着，那起气之间更多。我看过中国吧。就是他那些寄送都写得非常再讲中俄巴要复兴僧团戒律，他就已经讲戒律不存，藏教所有的一切冒充喇嘛就在这些做这些男女勾当，这中俄巴讲他会叫你做这个，就算有这个种什么大法，中俄巴也不会传。因为他因为什么不会传？因为整个藏教他知道没有一个人是这种根器，传怎么传？有大法存在，但这个国土没这个根器，大法要流传在这个国土就是魔事，就是魔，对吧？不可能传，所以不是中国吧，所以就是福藏师。福藏师，福藏师，现在有很多都是大福藏师啊。对，你上一次师父也说过福藏师，那你有听到过？对，听到。所以有的人要跟我辩啊，说这是莲花生大师写，你看写这么恶心，什么几岁的女人怎么样，什么就挑什么样的什么。现在很多密宗里面都在相上面执着，对啊，而且摘一张莲花生，摘一张中克巴，但是无藏师这个问题，他们要是不解决的话，他们不承认的话，有很多他们藏教的祖师都被他们陷害栽赃。比如这一些留下这些书，你看看，你害多少人？你看他们那个有一些法王要，就法王他们就是其实就是朝廷封的嘛，他不是说真正他是得到什么法，那是朝廷封的，他是要一个官爵，朝廷封的东西，他法王有时候要什么，这个叫什么，他们叫什么转世的时候，谁来做决定？叫大神来做决定。这种大神的职位，在他们的职位里面，他们这种身份跟那福藏师差不多。他们享受的荣华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你就知道福藏师跟这种人，跟这种那个神坛那个跳大神的这些人，在当时这个后代的藏教这些
宫廷里面，他们扮演的角色，他们的重要是在目的是，不是说他们真有修行，而是假借他们这些怪力乱神，假借故意把他们标普放得很高，那目的是来迷惑众生，然后麻痹他们出这一个喇嘛，麻痹他们不去实行真正一个僧侣的道义。那僧侣最起码佛讲四性平等，你又做王已经不对了，对吧？你个人又不平等，你就是让他去抽税的，对吧？他要很多人是劳作他来抽税的，供养他的，供养他，对。那这叫平等吗？很多都是利润这些怪力乱神，然后去迷惑一些众生。然后他们为了要把让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势，虽然现在是喇嘛想保护这种权势，但是他一定因为这世界上就是这样，他一定也离不开一些在下人的王公贵族，所以他们就为了大家彼此之间能互相利益，就我也同意你，你也变成大成就者，你我也大成就者，我们就互相沟通，就是互相这样子利益吧。对，一直到现在上教，宗喀巴大师跟阿底峡尊者的宗喀巴大师的这种一致，永远难以翻身，他们就要整顿僧团。那现在你说藏传佛教里面，你看看这些。